喺澳門，一號風球仍然生效，預料今日維持。氣象局預計，圖茲聽日後期至後日喺澳門以南大約200公里掠過。喺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下，聽日日間嘅風力會有所增強，雲量同埋驟雨增多，改發三號風球機會係中等至較高。另外，圖茲後日清晨接近澳門嗰陣，可能引起沿岸潮位短暫上升，發出藍色風暴潮警告嘅機會係較低至中等。